之前有很多宝贝没有抢到这个立体小对钻啊，今天我给你们挂在下方的小车里，9.9一板，然后里面有六个型号，拍一单的宝贝们也是给你们包邮的哦。这个立体小尖钻啊，是常年都能用到的钻，特别是咱们做透色的时候。我这个是用的冰透白和冰透粉啊，底色是冰透粉，然后上面用冰透白去做了一个双色渐变，上了一个磨砂封层，咱们把这个表面上要粘钻的地方给它刻磨一下。如果你做的不是磨砂款，你就加固之后擦掉浮胶去刻磨，选取你自己喜欢的大小。这个里面是一共有六个型号，从小到大都有。三个小尖钻就能堆成一个小钻球，然后中间有小空隙的地方你先不用管它，先将这个钻给它照灯，360度无死角，把里面的胶一定要照透了，然后中间这个地方你再拿最小号的小尖钻去给它堆上，这样一个小钻球就堆好了。然后边缘这个缝隙用软胖子包边胶去给它包一下，这样以后就不会勾头发。9.9一板六个型号，之前没有拍到的宝贝们下方小黄车里可以去拍了。